你们是不是在找鬼气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你留活口，把他们送医院去，问出点有价值的信息来。是。 你把米啊每一份都分的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刚好平均，所以呢数学家来干粗活特别合适。来，真会说，谢谢。回头看你回家怎么跟你爹交代。我小时候也挨过饿，那会儿啊没什么吃的，心里面什么感受我特别能理解他们。你知道吗？我都跟狗抢过食物呢。你跟狗抢过食？快点啊，还发不发了？啊！ 不着急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，来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多给你点啊，来，小朋友，哎，看看还够不够啊？多分你一些，那好了。小姐，水心，怎么样？府里没什么事吧？ 一切正常，只是突然钱家少爷邀请二小姐去做客，不知道是什么目的。这钱家少爷又想干什么？可是二小姐冒冒失失的，
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？应该不会，二小姐从小就混迹于市井当中，平时给人看锁，什么世面都应该见过。我想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，去吧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好。还有啊，人家碧君啊，可是女子教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，又漂亮，又有学识，还有钱，人家每一样都强过你。我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嗯，又酥又软又甜，真好吃。这个给我，你的这个也给我，两个都给我吃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我都跟狗抢过食物呢。林碧君，你到底是谁？还是你根本就不是林碧君？我一定要查出你的身份。你不是女子教会学校的高材生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高法。碧君呐。这个是上好的姚安宫普洱茶，来尝尝。好，谢谢钱伯伯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特别好，谢谢钱伯伯。哎呀，我听你爹说，嗯，你自小才华横溢，琴棋书画。我厚颜跟你讨个墨宝，做个纪念，可不可以啊？啊，墨宝？嗯，凑巧了，碧君。嗯，我虽然留洋在外，但是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有兴趣。红袖添香夜读书也不失为一桩美事。嗯，要不然咱们切磋一下。碧君啊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你跟仲杰去书房画一幅吧。嗯，啊，可恶，钱仲杰这是故意害我，怎么办？根本不会画画啊。来吧，碧君，请。啊，钱伯伯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嗯，那我先过去了，钱伯伯。好的，我等你。走。分粮食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呢，没想到原来你是个大尾巴狼。哼，琴棋书画不是你的强项吗？我在给你表现的机会，难道说琴棋书画你样样不会，你就是个草包小姐？谁说的？琴棋书画嘛，我当然都会了。只不过嘛，我就担心啊，到时候我的文学才华太过锋芒毕露，
你爹太喜欢我这个儿媳妇了，如果到那个时候你那个婚约啊想撤都撤不了喽。哼，好好好，那你锋芒毕露让我看一下，来吧。别装了，快画吧。我没有装，我就是觉得我有点伤风了，所以会影响我的能力。啊切！打喷嚏也影响不到你画画吧？啊，不是，我那个，哎呀，我的脚不是受伤了吗？这会儿脚也特别疼。你画画是用手画的，跟脚有什么关系啊？快画！喂，你怎么那么没有人性啊？我又伤风，脚又疼，你催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碍眼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！我连毛笔都不会拿，这画怎么画呀？画就画，不就是画幅画吗？你画画用钢笔画吗？嗯，我不是用钢笔画啊，只是画画的时候呢，要讲究灵感。所以呢，我这会儿想找找感觉。你还没磨墨呢，小姐。小姐，哎，这个是钱老爷交代的，徽州进的上好的宣纸，你用这个写诗作画吧。对对对，我作画就必须要用这个上好的宣纸。那两位先回避一下吧。小姐的习惯呢，我是知道的。姑爷，咱们回避一下吧。请。哼。哎呦，我拿个宣纸过来有什么用啊？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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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天哪！哇！有办法了！宁小天死了，站那小子肯定不会放过我。回去啊！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。不用，我决定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画完了，真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啊。你画完了？当然了，不信啊进去看看喽。怎么样？这真的是你画的？当然了，不是在屋里的本姑娘画的，难道是在屋外的你画的吗？大惊小怪。难道林碧君就是这种跳脱的才女？糟了，我怎么这么粗心啊？毛笔居然还没有染上墨，千万不能被她发现了。那你就慢慢看吧，我累了，先出去了。等等。啊？你还没落款呢。落款？落款什么意思啊？画完画还得给他钱吗？这什么世道啊！
嗯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凑巧，我今天忘了。
不是，你要干嘛？那天晚上你到底去了哪儿？那天晚上我在哪儿啊？宁啸天被杀的那天晚上。你走开啊！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呢？钱仲杰，你也怀疑我是杀人凶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钱仲杰，你是个警察，你可不能随便诬赖任何人。好啊，那你就给我解释解释，宁啸天的龙头拐杖不翼而飞，你又这么想要拿到龙头拐杖，你怎么让我信你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人不是我杀的，你信不信随便你。那你要龙头拐杖干什么？你想听真话吗？你说句假话试试看。切，我还不屑用假话跟你说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想要那个龙头拐杖，原因就这么简单。一个拐杖能值多少钱啊？你说我会为了这么便宜的拐杖去杀人吗？要是为这么一个破木头去杀人的话，我这杀人犯当的也太不值了吧。我可以给你发个毒誓，宁啸天不是我杀的。哼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林碧君的脚踝伤了四天了。我爹是两天前死的，可见那个女人不是杀人凶手，我怎么能够怀疑她呢？走。秦中杰，我要喝水。行行行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好，你先喝。好了好了，给你喝吧。你已经喝下了500毫升的水，再过20分钟，你就会想把这些液体排出体外了。你要吓死我吗？你按旁边的铃就行了。护士，你们有拐杖吗？借给我使一下，我想上厕所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咱们这儿来了好几十号重伤员，拐杖都被他们用了。
你看，要不你们两个相互搀着，好吧？跟他？拜托，我才不要呢！我宁愿被尿憋死，也不想被他气死。那我还是帮你找找拐杖。那行吧，拜托你快点啊！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先陪我去，我已经变了。有本事别跑，少爷。算了，今天我要给我爹守灵，不和他们计较。女厕所，哎呀，男厕所在前面呢。你傻吗？跳一步往后退一步。我本来觉得你大脑发育已经不健全了，现在你小脑发育也不健全。喂，是在怪我吗？明明是我往前跳一步，你就往后拽一步，这样跳跳跳跳到什么？
没想到他们发展的这么好。还有别的吗？那个疯丫头住进了医院之后啊，钱少爷三天两头的往那儿跑，二人的感情是越来越好。依我看，他们二人是谁也离不开谁了。那么现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走，不过还是要他们尽快结婚，越快越好。哎，是。现在我想找个辙，往他们这对干柴烈火上浇一桶油。老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啊？嗯。